你看他在那边胡闹。OK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gel 李苑宁。今天呢，我想要带来一首蔡依林的《我》哦。可是，在那之前呢，我想要跟大家澄清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唱歌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我会跑拍子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要考我的老师啊，一个你不需要知道他是谁，你只要知道他不好看。OK，我要考他呢，就是我的问题在这里唱，我在录音室里面唱，他可以怎么帮我调到好像我要出专辑这样的声音 ？Let's go。终于唱完了，我觉得我有唱很多周音了耶。我们去看调音是怎样调。当褪去光线外表，当我卸下睫毛膏，脱掉高跟鞋的脚，是否还能站得高？当一天掌声变少，可还有人对我笑？停下歌声和舞蹈，我是否重要？镜子里的他，好陌生的脸颊，那个我是真，那个是假？我镜子里的他，好陌生的脸颊，那个我是真，那个是假？我用别人的爱定义存在，爬山命空白，却忘了该不该让梦掩盖当年那女孩。假如你看见我这样的我，但却又你看到没有，要有一个调音师的重要性。所以呢，世界上真的没有一个唱歌不好听的人，只是你还没有找到对的调音师。不是，其实我唱歌很好听，这是假象来的，不要相信。